Oh, yeah, okay. 是计时，那是 speed run。 OK， 滑到那边去。可以钻下去才对吗？好像不是每次都能过哎、欸。你说这样，那个只是减少硬值而已。应该要第一次就还有 hidden 欸，哪里会有 hidden 呢？是啊，
目前都没有看到。 要踩掉，我那个金箱，这波拿石里面是不可能藏东西的啊。 卡玛 BGM 当时我也是很，奇怪，东西到底藏在哪里啊？完蛋！啊，为什么？缓慢不代表可怜吧。 Shit， 没有动力。 我真的觉得他有时候那个跳很怪，他有时候二段跳就不会出来。 好像等他翻完才能，也没有啊，为什么？那为什么？也没有要等他翻完啊。
延到年底或过年才巨人化，宝珠真的会难存，为什么？哦，你是说因为中间会有？不是啊，延不一定会有吧？搞不好就直接没有了，跟电极文库一样。跳过头，第二弹只有金跟尼特罗，我一有小杰，我一都有，然后我二只有尼特罗。但必要的就只有尼特罗、啊，因为尼特罗比较强。艾格雷，没有，我已经过了，是因为我少一个箱子，所以我又再过一次。又被女生搭讪，很好啊！啊，干！跳起来是跳起来的，结果，唉，那不就出完了？没有，是因为日版这次合作是猎人，然后不知道台版是怎样。哎干，就不知道台版是怎样，然后就因为我觉得好像有机会可以上来，不行哎、欸。哇，差一点！干！哇，血！因为我们没巨人，所以从乐视童话啊，不是，我是说从墓地里面用死者赎身挖了个巨人，挖了个猎人给我们。猎人这次我应该都不会抽了吧。
反正该有的我都有了。刚好存珠啊，哼，根本就不用抽了。然后关卡还是过过就好，这对七周年来说也太伤了吧？台版七周年没感觉啊。我雅斯娜 有三四只吧。我好像除了游击欧之外都有。为什么这个执不是不是执着于巨人，是他本来就说台日版会同步啊，现在我们就是低人一等啊。我就等于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新的东西啊，我们要一个猎人干，我们要一个复刻猎人干嘛？又没有新关卡，也没有新的兽神。干，又撞到！我撞到那个跳不过去了。很明显啊，他这次直播锁 IP， 就是因为台日不同步吧。对啊，这样会撞到啊，不能一定要留。要留一个，可是，哇，哎靠呀！妈，重点就是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合作啊！干，因为其实很多。不可能是剑三创不给合作啊，不可能啊，因为台版有很多游戏都有巨人啊，像地下城也有啊。不然来不及，完嘞！听说日本有客长把巨人集运，1400抽。这次是弹珠七周年，他已经营运了七周年，通常都大活动，然后你拿一个复刻的东西来，其实这个
就很瞎。哎干！为什么？哎靠！为什么？我没有二段跳哎干！ 跳错干，我下去跳错啦。7周年有那个啊，有啊，有选择啊，7选1不是，然后你可以跟好友一起抽的话。 机会没办法二段跳，好奇怪！哎，我又来，干，为什么啊？ 敢不敢那个箱子高一点啊？容易撞到、欸。哎！ 什么？哦，干！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那二段跳是坏了吗？
Cool. Jo.才可以。 芋头，我不喜欢芋头 ，I don't like 芋头。干，又没有二段跳，到底为什么？我的输入真有问题。 老皮8个月的事情，感谢。啊，为什么？哎，又来。 这关有问题还是什么二段跳一直怪怪的？干，完蛋！哦，早安啊，叉叉。早。 撞到哪一个啊？哎，干！我的二段跳为什么一直失灵啊？ 我的二段跳刚刚又快了一次，三小，吓我一跳！哎、欸，靠！干！
shit！ 我不应该，啊！好，这里完全不行，这里完全不行，要断掉。干，现实真的靠腰哎。 我敲到头了啦！他的箱子摆放真的靠腰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大妈奶黄包子。 我换个摇杆看看，很奇怪、欸。那个按键被我按到凹下去。 干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我才刚跳下去，为什么来不及啊？ 看来真的是腰杆，可能是因为那个腰杆已经按到比较平。哎，给我！哎，干！
点是那个还有一个宝石藏起来，不知道在哪里。看，可是我刚很远的时候没有看到，感觉好像不是，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啊，好像也不是哎、欸，没有箱子在上面啊。可能没看到啊！我忘记咋挖路豆，应该不可能看不到吧？我的杂花绿豆好烦哦！刚跳啦，没有，没东西，确定没东西。
我看到刚那边。因为毕竟人家叫 hidden 嘛，对，藏匿的。哎，真的哎，我一直少一个箱子哎，到底为什么？我一直少一个哎。都是少一个欸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干，我过那么辛苦又还是少一个，到底为什么？就是我过这关两次啊，两次都少一个啊，我不懂。7:20，啊！感谢大家今天收看，帮我吃广告，听歌关台歌，感谢各位。